这个，哎，主席，我想我们审案子啊，如果要并案，我不知道像陈明文委员啊，他有没有经过院会、经过程序委员会，这样子才能并案哦。如果他没有经过这样子的程序啊，并案啊，这个最后审出来是没有无效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包括各位委员啊，这个院会。